有那么一瞬间，泡芙小姐感觉似乎和他相识了很久，这一切那么熟悉，但又那么陌生。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做什么的。我呀，我是帮有钱人赚更多钱的人。那你呢？我能把一个人的秘密变成更多人的秘密。要是永远这样就好了，这条鱼。泡芙小姐想，可能这次是城市 N 次一夜情里最浪漫的之一而已，也可能她从来就没有来过，就是当真了的潜意识。一种强烈的情感汹涌袭来，让泡芙小姐抓不到自己。泡芙，这是专门为你定做的。为什么要送给我？你说过希望有一条鱼永远不会变。可它是条假的鱼啊。
有人说过，那些最终让你陷进去的，一开始总是美好的。我会全天24小时开机，只是为了不错过你的每一个电话，不让你在每一分钟感到孤单。我会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菜，不要你洗碗。我会陪你发呆，我会陪你走遍世界，我会陪你看最无聊的连续剧，我会陪你去做最疯狂的事情，我会陪你购物，我会送你最尊贵的礼物，我会每天给你一个惊喜，我会每天说100次我爱你，我会只和你待在一起，不用见任何人，不用去做任何事，永远在一起。我真的爱你。我刚才看见这条鱼死了，怕你醒来以后看到难过，就泡芙。